大家请注意，这位身穿19号球衣的美女，她就是来自韩国的女子排球运动员李多英。1996年10月15日出生，身高179，拥有不科学的长腿，天使的脸容，完美的身材早已盖过了实力，被称为万千少男的梦中情人。不仅排球打得好，跳舞也是一绝。不信你看。기대하고있네요。아네달라요일단표정이좋아요그러니까요이틱톡과릴스많이나오는음악이죠릴스인것같아요릴스거준비했다고하더라고요릴스에서나온이야정말잘춥니다네일단표정이너무좋아再看看他对手的回击目前担任韩国国家女子排球队的二传手，代表国家队参加过多项国际赛事，包括在韩国举行的2014年亚运会上，他们获得了金牌。当然，他队友的舞蹈也不错，让我们搬的凳子坐前排欣赏一下。最后，对于这些美女团，你们最喜欢哪个？评论区请关注、点赞、留言。